我让你看一下好东西啊。啥东西啊？啥也没有。我走，你敢耍我？好小子啊，你今天摊上事了，我告诉你。臭小子，你别走啊！老二，回去拿我的大刀来，我要剁了他。二苗子，看枪。丢。嗯。哎，你倒是配合一下。好好好，我死了，我投降，行了吧？真是幼稚。这就是平时我们舍不得吃的樱桃在果农面前的样子。那个大叔啊，能不能让猪出来，让我进去？哎呀，求求你了，给点吃的吧啊，给点吃的吧，三天饿九顿了，我以后啥都听你的。你看我往东，我绝对不往西；你看我打狗，我绝对不撵鸡。有句话说得好啊，少年强则国强。从这个老弟踢球的腿法来看，这以后估计都没得干了。如果你感觉刷盘子刷盘简单的话，看看这位老哥吧。我的妈呀，这速度你是开了挂了吧？你上辈子怕是个洗碗机啊。我跟你们讲啊，这夏天马上就要到了，你们应该像我这样提前把毛剃了，凉快也不起痱的。还有就是洗澡的时候特别方便，打沐浴露的时候啊特别滑溜。哎呀，今天天气不错，我先洗个脚。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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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救命啊救命啊，快点救命啊，救命救命救命。嗯，哎，不对呀，我会游泳啊，你看我的脑子差点忘了，游泳这么简单，我怎么可能不会呢？小爸松一子呀。爸爸，你陪我打会雪仗呗。你自己玩吧，你没看我忙着呢吗？你就陪我玩会儿呗，你看我雪都准备好了。哎，这是你自找的啊。还玩不玩了？人性真的很丑陋，就比如说眼前这头猪，他正在深情地望着我，满眼都是我，而我现在满脑子都是凉拌猪耳朵。工地新来一个货车司机，卸车老快了，自己一个人就把活干了，就因为他干活利索，原定每天给他300的工资，工头想了想还是决定给他200、不用机器不用电，3-5个人一条线，可长可短可拐弯，能快能慢听节拍，这就是广泛应用于各大运输领域的人肉传送带。